在去伦敦，也可以在街头淘到黄金。本月初，一台黄金自动售货机出现在某购物中心内。这款自动售货机中有不同重量的金条、金币，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购买。每10分钟，黄金自动售货机会与互联网自动连接一次，销售价格会依照黄金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随时调整更新。也许在很多人眼中，这是能保值的存款机吧。